美国两个降税，那再来是产地，从我这边出去的产地享受美国的降税。那美国的产品呢，也要认定它是实质转型之后，还是美国的产品，我们才让它降税。所以呢，同仁会把原产地说划在外面，就是不包括在这12个项目里面。好，那这12项目除了刚刚讲的这5个题目之外。 接续的还有8个题，还有7个目标，7个题目。这7个题目包括，农业。